勾到了，勾到了，勾到了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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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哦！大楼里面钓鱼，能够当白痴吗？没有，真的钓鱼，自己的鱼自己钓，不可能，真的。一定就是走机器类型的，没有，噱头钓竿，活跳跳的鱼，就跟你撒网那种鱼一样，活跳跳的，怎么样？屏幕鱼，怎么样？很好玩的感觉，我第一次看到屏幕鱼，是钓起来吗？啊，这要看技术了，看还有什么鱼，还有龙虾，有龙虾，龙虾，而且你看，除了篮子里面，外面还有鱼在游。这有那种夜市的感觉，可是他还是跟你算钱啊！啊，当然啦、啊，但是你要钓得到啊！他叫我自己来啊，先测高度，差不多。他没有给我饵啊！好，我去找饵。好，你的饵来了。哈哈，樱花虾，新鲜的哦。我这拿去炒饭怎么样？我想要是大的哦，引诱他来是吗？对，我们要先放诱饵，还是你要寻一下？我想要竹夹鱼。他们没兴趣啊！你看都喂饱了，换个地方好了。哎呦，知道来这个洞哦，来了。哦哦，你天才小钓手，立马上钩。那你也没办法控制，来吃的鱼就是大的啊。可以，中了哦。中了吗？中了。又中了。中了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怎么样？蛮大的哎。你是想玩了，你是也想玩？好，我帮你拍。好，第三次目标竹夹鱼来了，哦，很大一群呢。打窝，先把窝打过来，先撒一点饵料，然后吃着吃着就饱了，然后就不吃了。哇哇，断了吗？脱钩脱钩脱钩，没有正咬就对了。没有正咬，因为刚刚他咬的时候，我就把它给抽一下，就是让它勾住它而已。哦，开箱的意思。对，好玩哎，很大只了，对对对。哇哦！不要啦，这可能要花个3万块。逗一下，逗一下，来了来了，是，这是算大只的哦。哎呦，来了，开箱！我的目标鱼，开箱了，开箱了，开箱了。哦，欲擒故纵，欲擒故纵，这个有力，这个有力。哦哦哦哦，哎，又脱钩了！啊！没猜到我这么爽的，好玩，上瘾了，来了，哦，加，啊，鲷鱼，鲷鱼，哦哦哦哦哦，大只的，哦哦哦哦，快，哇，这是什么鱼？这什么鱼？这看起来就很好吃，就这只，举起你的辛苦的成果，你举300，你举300，你举300，这是3，耶。什么意思？我们的桌号啊，大概一小份，满满的比目鱼啊，要死我！我要吃哪一只呢？随便你。勾到了，勾到了，勾到了！哦哦，不得不掉，太快了吧？不是那么容易得逞，你是想玩而已嘛。比目鱼的背面是这样子哦、喔，我们比目鱼一样是沙西米，酱油。Thank you。阿弟阿弟，加多多在吗？硬要讲。